开业40余年，多年来深受饕客与旅客欢迎，连葡萄牙总统拜访澳门时也曾品尝这道惊为天人的澳门美食。店内主打各种面食，可依据喜好挑选配料，也可点一个全餐饱尝各种美食。招牌是豆腐花及豆花，店家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豆腐，以黄豆磨制，不添加石膏粉，口味滑嫩，带来浓郁的黄豆香。有别于加入姜汁、珍珠、仙草等各种配料，溶剂豆花仅以简单的调味料炼奶取代糖水和糖浆，回归豆花本身的美味。